会主席、二十七届的会长吴英初会长，以及第二十八届会长、接任会长李昭伟会长。于文春师友、区域副总监杨瑞峰师友，还有我们秘书长赖文学及区行政团队。第三分区主席徐树秋，第八分区主席刘家章主席，还有我们马来西亚马鲁裔文化师职会会长蔡伟贤会长，以及兄弟会光华黄家山会长光辉吴东山会长，所有光荣吴东山会长，所有三分区主席及先进师友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参加光辉师职会第二十七届、二十八届的会长招生典礼，本人仅代表辅导会、辅导师职会，祝贺大会顺利圆满成功。光辉师职会自创会以来，经由历届会长以及现任会长吴英智会长的积极引导，推动各项社会服务，共创精致家居，深获地方各界一致的赞扬与肯定。希望今后贵会在接任会长李昭伟师兄带领下，持续秉持这股热忱，继续发挥热忱服务弘扬师运、光大师职会的博爱精神，共创祥和温馨之社会。今天在此薪火相传会长交接庆典，本人仅再次代表福音会祝福光辉会未来更蓬勃发展，会务昌隆，祝大会圆满成功，全体与会师友及贵宾身体健康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谢谢五位师公会会长的加持。308 A 特区马鲁底文华狮子会现任会长蔡伟贤师友致辞。有请蔡伟贤会长与会。
给你做效果。Thank you.
哎，麻烦主席不要。